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嗯，工商服务时间，其实这就差不多了。这是我们想要奈尔来教一个超爽快的秘籍。嗯，是这样的，一个人独自在牧羊草原牧羊，总是需要一些小技巧保护自己。但奈尔不忍心攻击那些可爱的小动物，于是想了好久好久，终于想到一个很棒的方式。既然不愿意伤害小动物，那把他们踢飞，踢得远远的就好了。这是什么东西啊？没事，你继续。踢飞就不算伤害小动物，这是什么样的价值观啊？首先，我们面朝着前方，快速操纵角色往后，然后立刻将方向往前推出去，不要松开方向键，立刻按下东击，就可以使出大脚踢咯。总之就是后前加攻击就对了。大脚踢可以很轻松将小型动物直接踢飞，这样就不需伤害他们咯。但由于是直接踢飞，所以被踢飞的动物不会掉任何补给品，这是需要注意的地方哦。还有就是，不是所有动物都能踢飞的，像鹿狼就不能被踢飞，踢了会受伤的。但每只羊都可以踢，有些人也可以踢。判断上或许需要一些经验，总之多方尝试，看到东西就踢一看就对了。好了，这是要你的形象就。本次工商服务时间到此为止，请大家好好练习大脚踢的精髓吧。OK， 这个羊可以练习了，看看哦。踢不够的话，期望从你再回来就能够踢的。那也够了哦。奈儿香香脚，奈儿传授的踢技，携带者可以使用大脚踢。噔噔噔噔，打他问号呀，有没有？有没有问号？问号？看清楚的啊！挡我又没痛，这是无敌的，就是往后前后前踢。好可怜哦，羊羊，对不起，羊羊。这可以拿这个吗？我要踢铁，踢那个锤子。这没有存档可以让我存的，好，我们继续玩吧啊。嘿，大脚踢呀！对不起，我觉得好可怜啊，羊羊，不是我的错，看我笑了，好啦，什么时候可以存档啊？哎，你要干嘛？别过来，我踢你哦。可以踢他吗？我们踢一看。问号啊！那些毛球一直挖，会不会哪天挖到二煞图底下，让肌肉给崩塌了？他可以踢吗？我要踢他。把这样踢完，我们来踢人。哎，来，你不要一直跑啊！不行啊，不能踢人，好吧？好，我原本想踢他的，我踢。啊，算了。啊，我想存档哦，已经30分钟了，有点久了。哦，没有配音，这边没有。哎，这小百姓就到了。身为安古拉之星，体力这么差，人家怎么可能会看上你啊？看一下创赛亚大哥啊，原来创赛亚大哥已经有心上人了。他一定是美丽又有气质的佳人。创赛亚大哥，你一定要努力赢得美人心哦，奈尔支持你。啊。没，你误会了，没有什么心上人的。咦，是哦，原来秋山雅大哥现在还没有心上人哦，是我误会了，这是抱歉。啊，也不是，我也不是没有。现在什么情况？哎，小镇长，啊，等等我啊！突然开始有点同情他了。同意。OK。ウザートに栄光ある。哦，一样。ウザートに栄光ある。哎，这也是。用もないのにうろうろするな。
ウザートに栄光あれ。ウザートに栄光あれ。日落过去是长角之声，没有长角允许是不能随便过去的。这个是，喂，瓦因小弟，你回来了，驯龙任务辛苦了。你才是在这站一整天的。刚刚贝卡和奥拉更新回来而已，怎么听说你们遇到狂化了蓝图勒斯啊？奥胖要大嘴巴了，不，难道是你们家老大边走边碎碎念啊？真是一个闯红灯，看起来事情不单纯的。哥哥遇上这样的事，怎么告诉奈尔？你们都没事吧？没事没事，我看一下有事吗？好的很，那个你也别再跟其他人宣传了。真的没事吗？哥哥只是让人担心。有这样的妹妹真好。你问一下你在说什么？我连的心声都知道了。不过最近听南塔回来的对象说啊，冈尔卢那边好像出事了，好像感觉远远地看到火光，现在是还没收到求援的烽火，南塔那边也还在观望就是了。钱都乱糟糟的啊，这阵子那个妮妮演阿铁不是管西塔了吗？听说有看到女巫出现在长角之城。阿铁跟他明明也看得到东西人性哦。好了，不聊了，我先回去了，下次再一起喝一杯啊。你不戒酒吗？戒酒中的警卫员。欸，我要存档啊。这款游戏麻烦就是不能随时存档，这是我恨的地方。因为没有存档就没有那个安全感，你知道吗？我们要找个地方存档。哪边可以存档呢？感觉要一段时间才能存欸。总算回到部落了，这下可以好好休息咯。回家之前先到长老那边找一下老大吧，他和奥帕应该先到了。长老应该是在西神庙吧，我记得是走一条路直往前直走到底，记得很清楚嘛，那就 let's go 咯。不然这期很长，不然都要分两集剪了。等等换班，我们去胸肌喝两杯吧。好啊，听说九老大最近酿了新口味的啤酒，看看药理好像也挺不错的哦。当然九老大可是传奇人物呢，当红第一星退下来之后，大家还想着他除了打打杀杀之外还能干啥，想不到那砍人的刀竟然转型成出师刀了，我吓死我男人，果然是帅毙了。你不会是爱上九老大了吧？ウザートに栄光あれ。我跳过。三个人讲的话是一样的。不一样。他妈的累死了。ウザートに栄光あれ。等一下。他有时候会飘，有用键盘。ウザートに栄光あれ。飘掉了。算了。ウザートに栄光あれ。他不让我跟第三个人讲话。好，算了。何か用でも。路人全场离开森林。就不要说经常轻劳聚落，以前不会这样的。好了，我要存档。还是要厄萨图聚落。バルハナの英霊のご加護があらんこと。バルハナの英霊のご加護があらんことは。我要存档。我只是想存档。菜菜可，哇，这个胸，这个胸部。王都那些美丽风景，你是美丽，那美貌其实不是人类的所能拥有的。听说他们女王更是美艳绝伦。哈OK， 好，我存档了。哇，这是猫，上的魔法药材，上的鱼，不要错过喽。还是我们要有趣的东方故事呢？传说中那有个金湖大仙女神，驯服了很多兽族当成仆从在使唤的。他们共同点是，相较自己的种族，更喜欢以金湖大仙外貌为形象的异性。传说里还提过，猴子大王绑架女性要当老婆，还多节猫族说要一起变成人什么的，那就让我满城风雨了，有一种很强烈的既视感呢。我欢迎那群喜欢你们的种族女孩的主播啊，其实金湖大仙的地族仆从后裔呢。鸡也可以踢。这条街是厄萨图最闹的地方，最闹的地方是酒吧。ウザートに栄光あれ。有小偷出没。どいて、邪魔よ。ネタの匂いがプンプンするよ。不宜。
哦，你们贝塔队曾经在日落谷森林绕，是找到鹿狼氏族出问题的原因没？这怎么说，鹿狼和蓝图勒斯对我们而言都一样，都是用各自的方式保护森林，都是伸手者。要我们认真对闯进来的鹿狼动真格，实在有点下不了手啊。他们想用鸡给雕手卸就算了，这也是原因啊，要找出原因啊。不赢这么说我也很为难啊，要是能赶紧查出原因那就好了。哎，你们这些小毛头可以好好做事，可别到时候惊动我们这些大毛头出面，到时候就别怪我不给面子咯。这有批猪肉好便宜的，有没有兴趣啊？没有。可以砍鸡啊、哦、哥里尔伸手者是保卫我们安古拉免受长角树海魔物侵扰的第一道防线，在王都福萨厄姆许多种队对伸手者很是敬仰，王都长期以来能度过繁荣与和平安稳的日子，真是多亏了你们。哈哈哈，这是我们战士的天职。我啊，倒是不在意王都什么，对我来说，能够守护好族人和巨肉就够了。哇英啊，你这是小孩子气的，我们身为战士，眼光不可如此短浅，心胸不可这么狭窄。没关系啦，即使如此，我们王都人不也顺便被保护到了吗？好，我这个是我砍，我砍。可以踢他吗？我还有配音的，我是爱爱，是姐姐啦。双子的节拍，啪啪啪啪。蓝色的一颗心是双子的妹妹，双子的节拍，啪啪。就喜欢啪啪、哦。呜啦啦，呜啦啦。不要存档，放我砍鸡哦！好可怜哦，好可怜，但我能不能存档了啊？这边是外面的、欸、我们先不要踢他们。小齐又出来玩了吗？是啊，玩哥哥上次说要教我剑术的，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啊？你看这是爸爸的大剑，他没有看到我拿出来，改天吧。我头哥哥这么小，拿这把剑太危险了。哥哥今天很累了，现在再教你好吗？哦，小吉现在年纪还小，学习剑术也不急于一时，将来一定可以成为优秀的厄沙图战士的。我将来要和王一哥哥一样，当一个很强的伸手者。啊，你没那么厉害了，快回家吧，你母亲现在一定很担心你。最好不要跟王一哥哥一样比较好哦。王一什么时候把头盔拿掉了？还是进来就要拿掉？进来村庄会拿掉。好。有房子可以进去的话，上次那个图案上面会有一个往上的符号，我们就可以按上进去附近的地角。什么东西？终于有床了，可以存档吗？不要跟我讲不行哦。不行，存档，王八蛋，王八蛋，不能存档，我要存档。不贴心，这款游戏。好，拜托啦，还是有什么方法可以随时存档？可是我没有道具啊。不管，我要剪两集的。萨里姆之家，不
是哦，有了啊，终于。其他地方可以逛吗？好啦，可能会剪两集，不然太长了。好了，可以。好，我们看一下啊，这边第二话，我们看一下上面有什么。哦，可以上去吗？奈尔的床休息，某人应该很想躺吧？哎，怎么上去啊？哦，有了有了 ，nice， 哦，奈尔的床好漂亮哦，不是啊，奈尔外面的风景很漂亮。哦，这边可以踩哦，难怪哦 ，OK。OK， 还有吗？好，没了。我们下去吧。好，那这两集差不多啦，我们就这样吧，剪两集。OK， 好。那喜欢我频道，欢迎到我频道订阅，欢迎到粉丝按赞，以中最新消息。那谢谢大家会喜欢这款《圣女之歌》Lilo 的游戏录制的哦。OK， 那谢谢大家收看喽，谢谢，拜拜。